没来 Monterey。是北加州非常有名的水族馆，它的建筑是从一个废弃的沙丁鱼罐头工厂改建而成。在这里可以俯瞰整个 Monterey Bay， 然后这个水族馆也是《海底总动员》第二集多莉曾经和父母住过的这个地方的灵感来源。接着我们去看海藻森林吧。海参馆，我们逛完海参馆，但是只想吃海鲜。对，只想吃海鲜。我满脑觉得我们刚是在逛海产店。我天哪，太饿了，我好想吃章鱼。